因为这个颜色都一样哦。如果从那边看，不晓得它是下面有阶梯的。然后从这边看的话呢，在晚上或者是中午哦，都会很危险，会误判。所以这里应该加栏杆。那这个地方的鼻端哦，每一个鼻端全部插黄色，这样就很清楚。再花8000块，这个就有概念效果。花8000块可以改好。后山的更大。